어여우. 什么呀？你关下去。啊，我关一下，关一下。老师太痛，不行啊。我不会痛。哦，高高说要加一点力。就是你觉得你真的不配合脚。有我的脚。哦，可是真的很痛。还剩一点。断掉了。还剩一点。我要怎么放掉？给他最痛的好 ，OK。对，老师，哎，那个收音组的那个麦克风往后一点，那不要挡到画面，很不专业。来，灯光走位一下。好痛啊！我想打你哦，快点！好痛！画面性不够，可能弄血海，可能画面性。什么画面性？哎，那觉得高高，我觉得你来可能画面性比较高。先下，哎，听起来不错哦。来，我们来，来躺一下正面。要干嘛？弄好。对啊。你看这他的肌肉那么蓬啊，就代表他的肌肉有问题。然后，所以我们随便这样按一下。哦。老师可以骂脏话吗？我可以骂。那我可以骂吗？你会消音吗？不会。好痛哦！哦，好痛哦！怎么轻轻按就那么痛？对啊，你看你的脚都有问题。哎，可是那我上礼拜一才给你按过，哎，你是不是没有认真按？有啦，好，我认真一点，好，我很认真。好痛！哦，好痛！哎，可是我觉得他叫的很不认真哎。对啊，不专业，很不专业，不敬业。吴光宏叫比较好听。对，吴光宏叫比较犀利，你知道吗？就是。我也这样很奇怪。我觉得你应该要放严主任的。真的吗？我觉得。瞧好了啊！哦，等一下，好痛！你要干嘛？我要弄他、啊。你要弄他干嘛？你觉得我不认真啊？没有不认，我没有觉得你不认真，我只是觉得说你缺乏怎么讲？今天把它补齐。看我一次把我。对啊，你把现在很痛很痛。你要小力一点，你要小力一点。你就上说我上次没认真啊，我们认真一点。没有，两边都痛。哦，好痛！好痛！你有没有看？好痛哦！你要跟着他的应力跑。你看他在扭曲的时候，那应力还是存在的。哦，好厉害！哦，老师先帮我打个针。然后你可以看一下他这边的肌肉就稍微猫下去了，这边还蓬蓬的，有没有看到？嗯，这就是肌肉肿起来。然后我们按这边。然后你的身体要跟着它扭曲。好痛哦 ！Oh my god！ 好痛！好痛！已经跟镜头比了耶。好痛！等一下，就停！都抱紧紧。好痛！还一点，还一点，怎么那么多？好痛！可是他叫声非常的没有震撼，对啊，有点失望。不行，我觉得这个老师，我想要听光宏叫一下。好，反正设备都上来了，然后不要用力，好，不要用力。你看他的腿就稍微没有像刚刚那么高了。然后这一点就很酸，看得出很痛。我靠你啊！然后你看啊，这一点稍微按一下，它这个肌肉就会再消一点点。好，好，我们换人。啊！有没有？这就是标准叫。我们这个同学来示范标准叫。等一下！
题拉拉。来，我们抽筋的时候就赶快把筋拉开。哎呦喂！啊，好，有了，差不多。意思。能讲一句话吗？对镜头说一句话。我觉得通体舒畅。